大家好，我是天天。今天用南瓜和小米分享一道美食，特别的好吃。准备100克的小米，倒入清水，清洗干净，然后再浸泡10分钟。准备一块南瓜，先削去外皮，再切成厚厚的薄片，放入盘中。现在小米已经泡好了，控水之后倒入盘中，用勺子铺匀，然后再将小米和南瓜放入蒸锅中，蒸上15分钟。这个电蒸锅非常的好用，10秒钟就出蒸汽了。蒸好之后取出来，全部倒入破壁机中，在里面倒入250毫升的纯牛奶，加入2勺白糖，按果蔬键榨成南瓜泥，然后倒入大碗中，加入3克的酵母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再分次加入300克的普通面粉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成这种粘稠的面糊，盖上保鲜膜，醒发至2倍大。现在已经醒好了，里面都是蜂窝状，用筷子搅拌一下，排出里面的大气泡，在里面加入一把洗干净的葡萄干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准备一个8寸模具，底部和侧面刷一层食用油，倒入南瓜面糊，用勺子铺匀，盖上保鲜膜，醒发1/2小时。趁这个时间，我们准备一把红枣去壳，装入盘中备用。现在面糊已经发酵好了，在上面撒一层黑白芝麻点缀，再放上一层红枣，这样既好看又好吃。盖上一层耐高温的保鲜膜，放入蒸锅中，盖上盖子蒸30分钟，关火之后再焖5分钟，给它取出来看看，用手按压，回弹力非常好，蓬松暄软，看着都非常的有食欲。吃的时候切成小块，里面加了小米还有葡萄干，特别的有营养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老人和小孩都爱吃。喜欢的朋友快在家试试吧，不要忘了点击关注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